这个是你今生在世啊，如果明天也不巧上一班死亡飞机，就在他那个飞机要掉下去的 moment 那一刻，你再回想你今生你有什么可以留恋的，是不是？有什么值得还记上自己的这个今生日记簿，觉得有那么点事情可以做做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在有限的人生岁月里去 build up 一点这些事迹吧，这样懂我意思吧？像刚刚那个卢西亚说，他的一群朋友，你讲到这些东西都没太大兴趣的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兴趣不知道，但是都没有搭腔，没有什么，对吗？是不是？是吗？比较平淡嘛，是不是？俊说他们那些朋友去喝瓶酒多少钱？2700。2700美金，是吧？还不止一瓶吧？啊，还不止一瓶吧？是不是？这代表着什么呢？代表着他有这个程度，是吧？他有这个环境各方面。但你喝完以后怎么样？喝完不就喝完了，对吧？那明天再喝一瓶，后天再喝一瓶，喝到最后还是一样啊。生命中有没有什么东西？他说我也不重要，我今生享受就好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是这样子嘛。你们讲的什么身心灵，做什么好事，我只能享受先享受，这个就是智慧观，对吧？是看得清楚今生岁月的重要性呢，还是就流于凡俗间的思维，就今生就过了，也没有什么对错之分，对吧？只是你今生看得清楚的人，来生有着跳跃式的进步，是不是？今生在酒醉金迷的，那来生是怎么回事？现在还说不准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他处在什么环境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只是说，每一个人是不是要对自己负责，对自己的灵命负责？而像现在的这些天灾人祸这么多，谁知道自己可以活100岁？谁都不知道吧？对不对？昨天、前天那些昨天罹难的人，他前天也不知道他明天就会坐一班死亡飞机，所以前天人家问他说：“如果明天你坐一班死亡飞机，你会觉得你今生值得吗？”因为被当时的他骂一顿嘛，是不是？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？是这样子吧？我们没有夸大嘛？谁知道这下秒钟演什么戏？不知道。那不知道，你就要用智慧去选择你究竟要什么，是不是？要的这个一劳永逸的东西呢，还是要片段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好。